好，你跟他讲我现在要录了哦，他就很紧张，有没有？就不知道要讲什么。嘿妹，你看，你看，自然一点，他就摆出 pose 了，有没有？hey, 有没有？那你在拍的时候，尽量不要像我这样这么满哦。你可以的话，稍微拉后退一点点，就是你的天地左右，好像我们握的编辑一样，有没有留那个边界？嗯，你要留一点点空间，不然的话哈、哦，那个太满的话，效果有时候你会切到一点点，好，会切到一点点。这样 OK 吗？嗯，好、哦，好，那我就拿他的来试看看哦，好不好？可以哈、哦，来，那我们马上把他叫到我们会灯会里面去哈、哦。OK。